都布置好了，就等小鬼子进套了。好，一会儿逗他娘的狠狠打。哎，团长，你说这鬼子这辎重大队能不能有罐头啊？你他娘的这话还没说利落，就知道吃啊！弟兄们，给咱们情报说了，这里面除了日本娘们儿，什么都有。咱们团1000多人，就打得剩300人，打好喽，今天晚上咱他娘的也过个年。报告团长，前面有个驴车。他奶奶的，哪来的驴车呀？团长，怎么办？前面可是雷区啊！停了，驴车停了。他奶奶的，算这狗日的命大！猛子，带着兄弟们过去，给他拽一边去。是。等等。是鬼子。大哥，怎么办？团长，要不咱撤吧。团长，如果现在撤的话，弟兄们全暴露了。他奶奶的，这驴车咋自己动了呢？团长，这驴车马上就进雷区了，要不咱撤吧，再不撤就来不及了。放你娘的屁！现在谁敢说撤，老子一枪崩了他！哎，你等等！哎，此处地形险峻，命令部队警戒！警戒！哎哎，看来这老子今天是发不了财了。走。他奶奶的，他拼了！只要地雷一响，全他娘的开火！爆炸就开火！是。是进攻！解决战斗，嘿！开炮！干掉！嘿！
情报。现在不能撤，我们一动吧，可能就会咬上咱们。猛子，再这么打下去，兄弟们会打光的。撤！带一堆人，绕到他们后面去，把他们给我堵死。嘿，弟兄们，快走！弟兄们小心！团长，前面没路了，快隐蔽！猛子，咱们弹药不多了。后边没有退路了，咋办？怕什么？既然没路了，咱们就得跟他们死磕了。弟兄们，节约弹药，等鬼子靠近了再打。咱们就是死，也要抱着鬼子一块死。小兔崽子，到这儿来！哎，大哥，猛子，回来！走，快！小战，别动！大哥，你疯了？你管他干嘛？你别动！国军吗？哎呀，我找你们找了半天了。哎哎哎，你们是哪个部门的？你们是哪个团的国军？哎哎哎呦，你他娘的打老子干嘛呀？我他娘的打你，老子还想一枪崩了你。三百个兄弟被鬼子抱了饺子，都是因为你和你那头蠢驴，知道吗？要不是看在你是中国人的份上，我就……你还因为我呢？老子还跟鬼子有仇呢，你把我的驴都炸死了！大哥，鬼子又来了，准备战斗。报告，团长，上级发来电报。行了，你下去吧，下去吧。原来是小鬼子准备了一桌菜，却来了两拨客人，啊！中央军帮我们挡了枪了。前往战斗地点，火速救援。哎，团长，咱们为了中央军出兵，是不是有点……咋的了？再怎么说也都是打鬼子的汉子，少废话，立刻集合队伍。是。大佐，我们已经将他们全部包围，就等您一声令下，就可以全歼他们。他们这支部队作战能力这么强，杀了他们岂不可惜？那您的意思是？我要招降他们，让他们为大日本帝国所用。猛子，等等，你看。对面的人听着，你们是哪支部队？你们的指挥官尊姓大名？你他娘的有话就说，有屁就放。我奉中村大佐之命前来与你们谈判。啥？跟鬼子上好谈判呢？给老子打，我就不信了。谈什么？我希望阁下向我们大日本皇军投降，加入我们，一同共建大东亚共荣圈。团长，别听他们的，只要他们敢上前一步，咱们就开枪。等等，这不是小事儿，你得给我时间。
让我想想。咋回事？还不打呢？打呀！都到跟前了，你们还是不是过去呢？有枪不打？都过来了，你不打我打，把枪给我！他娘的，我就不信！闭嘴！团长，你要干什么？为什么不下达命令？孟仓，你看那边全是咱们的弟兄，让我怎么下命令开枪啊？那些是我们出生入死的兄弟，他们根本就不怕死。孟仓，你别太意气用事了，我这也是为咱们弟兄们找条活路。你的活路就是让我们投靠日本人吗？我也没答应投降日本人呢。这么多兄弟都围在这儿，咱得想个法子把他们带出去啊。我有个法子，天黑以后我带人冲出去，打开一个口子，掩护大家突围。要是冲不出去咋办呢？那就死在这儿，也绝不能当汉奸。你们想好了没有？我们的耐心是有限的，如果你们再不回答，我们就看。大哥，开炮！孟子，弟兄们，啊！番号：第一战区92军21师特务团团长唐金荣。我是大日本皇军华北驻吴强的最高指挥官中村正雄。太君你好，太君，我们向您投降了，您给我个什么差事啊？唐团长，你看，华北皇协军混成第六旅旅长，这个职位你还满意吗？多谢太君，多谢太君。小梁，到，去，把关沙哨往前挪挪，别搁在咱们眼皮底下，到时候小鬼子偷偷摸上来，能看得见吗？是。计划暴露了，怎么办？命令之天，改为强攻，炮轰八路军阵地。天黑之前，必须拿下。嘿，快快，鬼子从后山摸上来了，赶紧集合！快集合，快点，快点！小山子，这儿不用看了，马上集合。是。山子，哎，山子，山子，放我出去！留下当炮灰啊！你跟我不走，我还要当兵呢。当个屁兵！你先把命保住再说吧。走。咋了？别！受伤了？啊！都脑肚子！哎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！臭小子，你敢骗我？不，我没骗你。刚才我还能忍住，这炮弹一响，我这底下就把不住门了。走，跟你一块去。你跟着我干嘛去啊？我怕你跑了。我这么大人，我跑哪儿去啊？我还没有打鬼子呢，我不能死啊！这么多鬼子，你还帮我看着点。哎呀。
出来了，出来了，哥，你快帮我扛着，你快点。鬼子的那两挺机枪还在那跟我叫唤呢，总共就两门炮，一门早坏了，一门没炮弹的。我不管你有什么办法，一定要把鬼子两挺枪给我敲掉，完不成任务你就别给我回来。是。不愧是老子的兵，这小钢炮的外号真不是白叫的。上次咱们军区大比武，他那手榴弹可破了记录的呀。好小子，开炮！报告，报告大佐，本田军左路攻击受阻，暂时退了下来，请求您进一步指示。知道了，你马上带人支援左翼。八路军快不行了。嘿。
不是你的就好，小鬼子，跟他们干了！同志们，上刺刀！ 团里让我统计伤亡数字，要不你也来吧。我不来，每回打完仗都报丧，要数你数去。哥，兄弟啊，你见我哥了吗？没看见啊。哎，对了，兄弟，刚才好样的，是条汉子。我叫崔二旺，你叫啥？我叫武十三。哦。 你哥是吧？你去那边看看去吧。兄弟，你见我哥了吗？跟你一起的大个儿啊，喘气儿的都在这儿了，没喘气儿的，你再找找吧。哥。
啊！哎呦！我让你逃，逃！哎呦！怎么了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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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事，擦了，别打这个兄弟，好样的！好个屁！不是，老哥，到底干啥的呀？啥也不干，老百姓一个。哎，我说兄弟，你们别愣着呀，找个郎中给我弟弟看看这屁股。慢点，来，就哪儿去哪儿。兄弟，别怪我没提醒你们，这小鬼子缓过气儿来，还得扑上来。告诉你们船长，做好准备。嗯，挺着点，你不是逃吗？你的逃！卫生员，悪意ではない。ただ食べるもの。鸽子，喂它吃吧。你这人怎么不知好歹呢？我们不杀你，你怎么这种态度啊？算了，鸽子，再给他盛一碗吧。我不去。好了，别置气，听话啊，快去。水を飲みたい。いいよ、待てて。すぐに切った。君はもう怪我している。治してよろしいでしょうか。阿旅长，此次后山袭击如果成功的话，你是首功，我会向军部申请给你嘉奖。大佐阁下，请放心，我唐金荣别的不敢保证，大八路那是小菜一碟。那好，那我就等待你胜利的消息。就这样把他们放走了，会有用吗？只要他们能趟过八路的雷区，并且消耗八路的弹药，他们的使命就完成了。明白了。
我在这站会儿。那声儿吧，是我不对。我当时也是迫不得已。这是啥呢？来来来，我帮你。没看我忙着呢吗？没工夫理你，一边待着去。那我就一边待着去啊。站住！哎，我说你这个人是不是特别爱管人呢？啊，我又不是八路，也不是你的兵，我爱去哪儿就去哪儿，管得着吗你？53，我告诉你，团长让我看着你，这就是军令。你要是跑了，我就得受处分；我要是受了处分，你也别想好过。还拿着枪了？你是义务兵，打针吃药行。玩枪，你行吗？哎呦，丁医生，没事，怎么了？你们走吧。是。你他娘的还真打呀！53，我告诉你，在抗大的时候，我是全班射击第二。你信不信？你要是再敢走一下，我就打你的脚趾头。你再打我一个，是不是？去那边站着。你说你还敢不敢走了？不敢了，这儿挺好的。站直了。报告团长，刚才侦察排的报告，小鬼子已经到山下了。好。让同志们都准备好，没我的命令不许开枪。是，准备。弟兄们，第一个冲上八路阵地的，赏大洋20。冲！同志们，给我打起精神来，小鬼子马上就要上来了。好心是伪军呢，这帮人还算是中国人吗？来了就给我打，打！下去不行了，不行，日本人在后边盯着呢，咱要是撤下来不会有好果子吃。当初你怎么说的？把弟兄们穿上这身皮是为了弟兄们，你再这样打下去的话，弟兄们都得拍进去。他奶奶的，我哪知道土八路这么厉害。是不是特别多呀？咱们的人怎么也打成这样了？丁医生，你给我把枪，我要去杀鬼子。躲我远点！快下命令，别发号召了，我还不算是个爷们吗？你到底干嘛呀？我的心都快痒死了，你快点！53，你养什么呀？
我告诉你，别在这儿给我添乱了。你又不会打仗，上战场等着送死是吗？我告诉你，现在每一声枪响就有可能代表我们的战士已经牺牲了，你知道吗？作为一名医生，我永远不想听到这种枪声。我告诉你，团长现在把你交给我，保护你就是我的责任。医生，快点，他不行了。鸽子，赶快通知王医生手术，快抬进去。是。五十三，五十三，你给我回来！五十三。五十三，你给我回来！五十三，别动！哎呀，不动的人等着挨炸吗？你不知道吗？弹坑里最安全了。啥地方？弹坑理论，在一个弹坑里面落两发炮弹的概率是很小的。不信你试试。是，张首长。你给我回来！又咋了？我一个大老爷们，你少管我，你赶紧回去。别废话，团长要不让我看着你，我才不管你呢。哎呀，行了，你别管了，去。五十三，你给我回来！你不是有枪吗？每次都这么近了，你咋还不打呀？给，啊，给，打呀，打呀！你就是吓唬我行，打不行。没开，这两个。啊！这个狗汉奸，老子崩了你！你说谁啊？哎，什么情况？打不小了！你给我！这是没有子弹了，你知道吗？败家子，就这么几个子弹，全让你打完了。你子弹不打，留着下哪儿了？你懂个屁呀！团里弹药紧张，不能浪费，你知道吗？不就把步枪吗？不就点子弹吗？老子给你弄去！来，兄弟，给我点子弹啊！给我点子弹！我这儿没子弹了，统统都打没了。哎，你给我点子弹！我这子弹都打光了啊！你快点走开！你想干嘛？哎，五十三，回来，回来啊！那是谁的兵啊？找死啊！他们好像是在找弹药。没错，八路没有弹药。许腾，你带队，全体冲锋！嘿！我说你们这帮穷八路真是穷疯了，啥时候了还上去捡子弹呢？哎，团长，那不是那天跟咱们一起打仗的五十三吗？啊！三儿，三儿，快回来，危险！刚才还纳闷呢，什么时候的独立团出了这么一个不要命的？原来是你弟。三儿，鬼子开始冲锋了，你快回来！张良，危险！同志们，冲！冲啊！日本人冲上来了，咋办？把弟兄们撤下来，把这儿交给日本人。不行，小鬼子机枪顶在腰眼上了，他要是撤下来还是死，不如跟他们拼了，还有条活路。猛子，冲吧！冲！走！是！Thank you.
猛子，这怎么回事？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。 进攻，嘿！多危险呀！你就这么往下跑啊？那么多鬼子，要是被炸死怎么办呀？快点，躺下，我给你看看伤着哪儿没有。没事儿。哎呀，就是给老子炸的头有点懵。吓死我了！你刚才跑下去干嘛去了？ 枪，你哪弄的？战场上捡的呀。为你这把枪，差点把老子命给要了。你傻不傻呀？就为了这把枪，你刚才差点给炸死。这不是我答应你的吗？老爷们做事就是这样，说到做到。 虽然没你那把心，可也算是个枪吧，够使。张良，砍了几个？哦，砍了五个。嗯，行，没给你们二九军大刀队丢脸。哎，看见我弟弟了吗？你弟弟？啊？ 他没给你在一块儿啊？这一转眼臭小子不知道跑哪儿去了。别急，是不是提前回村了？回村了？哦，三儿，三儿，哥，三儿，三儿，你没受伤啊？没有啊，你看好着呢。他没事儿。 只要休息一会儿就好了。啊，哎呀，太好了！我还以为你又挂彩了呢。哪能呢？阎王老子呀，特别烦我，压根儿就不想收我。少嘚瑟，啊！一眼看不到你就给我溜了，我告诉你，你以后再这样，我非把你拴起来不可。哥，你把我当驴呢？哼，你呀，连头傻驴都不如。 报告团长，我们跟军分局联系上了，上级命令我们立即撤退。现在我们想走也走不了了，敌人把我们围了一个水泄不通，困也得把我们给困死。这样吧，给军分局发电报，请求援兵。团长，我们的电台电池缸没电了。 干啥呀，哥？嘘，快起来，跟哥走。去哪儿啊？别问了，快。啊！走。哎，把这个衣服换上。我不穿这个。想活命，就快点把这衣服给我换上。你少拿活命吓唬我。 怎么说我也上过两回战场，这不是使性子的时候，时间来不及了。把衣服换上，我们抓紧逃出去。啊，快！就咱俩呀？我知道你想啥呢。有哥在呢，你要想救八路他们，就听哥的。来，记住了，把衣服换上，在这儿等我，我去办点事儿。哎，哥，听我，哪儿也不准去。记住了。 参谋长，今天晚上咱们口令是什么？乖。
说话你听不懂吗？滚！梁子哥，你怎么来了？来给你领赏钱呢。你这说的什么呀？我是那种人吗？你不就是个汉奸吗？你是哪种人？你也这样认为我？那好，你现在就可以一枪打死我，我二话不说。我还要感谢你。你以为我不敢吗？你看你，以前你是个嫉恶如仇的人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梁子哥，我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。站住！今晚口令是什么？蔡明长没说。没说？怎么回事？他好像心情不太好，在里边喝闷酒呢，还把问口令的人给吓跑了。该说的我都说了，还希望梁子哥能够理解。行了。喝吧。梁子哥，我没有想到咱哥俩还能活着见面。是啊，我更没想到咱们哥俩会在战场上重逢，而且还是对手。要不是你手下留情，或许我这条命就搁在战场上了。你知道吗？唐旅长。梁子哥。猛子。梁哥来了。好雅兴啊，怎么想起这时候喝酒了？这是谁啊？一个同乡刚招来的。猛子，听哥一句劝，这酒可以喝，但别耽误了正事儿。狗屁正事儿啊！日本人让咱们负责夜间防卫，咱这儿可不能马虎啊！要是在咱这儿出了岔子，你我的脑袋可就要搬家了。有完没完呀？真是的！行了，我一会儿就传口令下去。啊，你回去吧，回去吧。少喝点吧。梁子哥，你来找我到底有啥事儿？赶紧说，此地不能久留。那我就不跟你兜圈子了，我来找你就是想请你帮我个忙。放心吧，只要我能帮得到的，我一定会帮。你能帮不能帮都得帮。三儿，三儿，三儿，哥，我在这儿呢，你跑这儿干啥去了？现吓死我了！我以为你又乱跑了。你这狗汉奸！三儿，干什么你？我说你干嘛去了？原来你跟这个狗汉奸在一块了。三儿，你冷静点，叫猛子哥。啥？他是汉奸，你不知道啊？你懂个屁！我跟你猛子哥和你二哥，那是拜把子兄弟，我们曾经一起当过兵。行，我问你。我二哥死了，替他报仇了吗？你没跟他报仇，你还当二狗子了？你对得起我二哥吗？你懂个屁！你猛子哥当这个二狗子，当这个伪军，那也是有难言之隐的，你知道吗？相信我，他是值得相信的人。那，你还不相信我呀？兄弟，路上梁子哥都给我说过了，我也没想到，你竟然。是咱们武营长的弟弟。行了，这儿不是说话的地方，跟我走吧。去哪儿啊？
但你们逃命，走。走吧。走。走啊。别害怕，跟着我就行了。看我的眼色行事。梁子哥，就到这儿吧。孟子，别的话我也不多说了，我代表武家谢你了。我想武营长在天有灵，一定会感谢你的。咱们俩还说这个干什么？我欠你和武营长的已经太多了。兄弟，后会有期，保重。哥哥保重。走吧。咱就这么走了？那还咋？那帮八路呢？兄弟，其他的事情你就不用管了，你和亮子哥先走。走。听猛子哥的，咱们先走。就咱俩人还能咋办？啊？三儿，别动！孟子哥，对不住了，今天你必须把那帮八路给我放了。兄弟，有胆量，敢拿枪指着我，你敢开枪吗？开枪！没这个胆量就把枪放下，别在这儿现眼，赶紧走。孟子，对不起了，三儿。孟子哥，不是我吓唬你，我五十三，爹也没了，媳妇儿也没了，反正我也不想活了。你刚好给我这个机会，你要是不放人的话，我今天就死在你面前。孟子，这小子是头倔驴，你，兄弟，鸡头还没打开呢。啥？鸡头没打开。没事，别够慢劲啊！我那枪里有子弹。孟子，我枪里真有子弹。兄弟，就你这样子，像咱吴营长。梁子哥，别给我唱说谎了。我，把枪放下吧。得了，别演了。嗯，放下吧，一会儿枪走火了。别对着我呀，枪可别对着我。本来打夜战是咱八路军的优势，但是这一招啊，小鬼子早就防着了。现在电台又坏了，难道说老天真要灭我独立团？团长，我看我们硬打出去得了。对，咱就打出去，大不了鱼死网破呗。对，打也是死，不打也是死，就算死也拉几个小鬼子当垫背的。报告团长，不好了，五十三跟赵良他们不见了。啥？去哪儿了？全村都找了，没找着人。肯定是逃命去了。算了，本来他们也不是咱们独立团的人，让他们去吧。如果要是真能逃出去也好啊。团长，那咱接下来怎么办？接下来集合部队，准备突围。是是。哎，你不能进。哎，你不能进。放开团长。五十三，你不是跑了吗？怎么又回来了？还穿这身衣服？赶紧集合队伍，收拾东西跟我走。快点，亮子哥，你们从这边走吧。快点，这边快走，快。孟子，啊，这是我生死弟兄刘肖马，这是八路军独立团团长关振山。你好，关团长。刘兄弟，你们是我们八路军的大恩人，大恩不言谢，日后必报。关团长不必客气，你们是打鬼子的队伍，这点忙我应该帮。这次你放八路军过去，
如果让日本人知道了，可不是闹着玩的。放心吧，这件事情我可以处理。要不这样吧，鲁兄弟，参加八路军，一起打鬼子。多谢关团长抬举，有些事情在这也说不清楚，还望关团长体谅。人各有志，不强求了。但是如果有一天鲁兄弟想通了，八路军随时欢迎你们。再见。再见。走。保重。保重。走，走了。最后一次机会，你听好，这是最后一次机会。这么大胆的行为，你背后一定有人支持你。说出来，我只要一个名字，你就可以活命。没人支持我，是我自己这么做的。老子是中国人。我知道你们中国人都很有勇气，可是勇气用错了地方，那就叫愚蠢。卢参谋长，昨天夜间防卫是你负责安排的吧？你有什么话说吗？大总，是我带兵布防。这个士兵平时作战勇敢，我在这儿请求大佐能原谅他一次。我给他们机会了，可他们并不珍惜啊。小鬼子，你这王八蛋，要杀要剐你随便招呼，老子要是眨下眼睛就不是燕赵爷们儿。听听听听，既然你那么想死，我就成全你。卢参谋长，辛苦了，送他一程吧。卢参谋长，你想抗命吗？大哥，大哥，陆小猛，你个狗汉奸，你开枪啊！老子救了那么多中国人，死也值了。来呀，来呀，来呀！你个混蛋！师傅，你不是有主意吗？你快说呀！那主意是什么呀？主意就是你在这儿留着，我去弄钱。那你看我留着。你还没我驴之前呢！不行，不能走。哎。怎么回事？你来的正好，他吃饭不给钱呢。哎，是你，长官，上回我给你剃头了，你还没给我钱呢，钱呢？啊，上次走的匆忙，忘给你了。小伙子，哎，多少钱？8毛。不用找了，不用找了啊！看好了，不用找了。哎哎哎！不想活了？你怎么又进城了？杨子哥呢？哎，他没跟我来。这次幸亏碰到我，要是碰到别人，麻烦大了。赶紧回家。哎，哎呦，那不行，我们进城是要办事儿的。办什么事儿？
是不是那边的事儿？事儿办完了吗？没。这样，你们俩赶紧去办事儿。办完了，到门儿胡同66号找我。快去！好，多谢孟刚。等等。 是田君，卢桑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我正担任巡逻，还不赶紧走！别动！是田君，这两个是群体头的，正好。中村大佐要我给他找一个剃头匠刮脸的，他们很合适。是这样，这两个人一看就是笨手笨脚，怎么能给太君剃头呢？没关系。 今天我已经找了半天了，就他们两个，带走，去吧。 都进了鬼子军营了，师傅，没事，咱就是来剃头的，剃完就走，咱踏踏实实的，跟平时一样。王哥，中村的全名是不是叫中村正雄啊？嗯。师傅，中村是谁啊？杀你师爷跟你师娘的凶手。 什么人？他们是中村大佐请来刮脸的，不管是什么人，必须检查。放下！谭军说了，放下。这里面是什么东西？太君，刚才我都检查过了，这是剃头用的用品，还有啊。 各下，剃头匠到。进来。开始吧。 成家了吧？成家了。好，既然成家了，孩子该有了吧？
提到了你的伤心事，你想干什么？ 你的手抖什么？想杀我什么？没有，我太紧张了。你们中国人觉得我们日本人是侵略者，个个都该杀，对吗？今天就是个好机会，只要你的刀一出手，你就是大英雄。 不过，你和你的徒弟也会死的。全武强的百姓都会因你而死。大军，你说的哪儿的话呀？我就是一个剃头的，你就是给我1000个胆儿，我也不敢呀。 提拔。今天有人在城里看见。 那个狗汉奸出现了，一定要找到他的行踪，找机会把他干掉。小兄弟，手艺不错嘛。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，果然是你小子！哈哈哈哈！你看，咱们酒都喝过了。 我还不知道你姓什么叫什么。王三儿，王三兄弟，在你们中国人眼里，日本人就是坏人。那么，那天你哪来那么大勇气救了我们大日本皇军呢？太君，我说句实话，我不是有意识要救你们的。 我不是送外地来的吗？我的驴车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他就误打误撞钻到雷区里面去了，这纯属是个巧合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我看出来了，王三兄弟，你是一个诚实的人。嗯，你救过我们大日本皇军。
这个就是你应得的奖赏。嗯，谁？我，五十三。十三，你可回来了，快进。你可担心死我了。你说你要是在中村面前一冲动，万一出点啥事儿，我怎么向你哥交代啊？没事儿，猛子哥。今天呀，我就是跟他喝点什么酸酒，然后跟他扯了会儿蛋，也就这样了。哎，真的啊，事办完了吗？我去了，交通站的同志说，最快也得明天才能运来呢。明天？哎，看来我还真得参加那中村那狗日的什么亲善大会了。亲善大会？那狗日的弄了个什么什么什么亲善大会，还非要选我当什么良民。这回我要参加了，那我还不真成了什么汉奸了？我看呀，你还真得去一趟。你说你要是不去的话，那中村肯定是满世界找你，到时候咱们怎么完成任务呢？行吧，行吧，行吧，我去。啊，大不了明儿个我就硬着头皮混过去呗。哎，啊，那我可说好了啊，你回去给你们的什么组织说一下啊，说我五十三不是汉奸，知道了吗？知道。走了。哎，这箱子里边是什么呀？钱啊，中村给的一千大洋。哎呦，师傅，你是不是糊涂了呀？那中村的钱你能要吗？那咱回头怎么跟组织交代啊？你是不是傻呀？中村给的钱不要啊？那再说了，我又不是你们组织上的人，要解释也是你的事儿。那不行，这钱必须得充公。你放屁！这钱是老子由命换的。十三，童二叔，跟你进来。走。我说五十三，你这胆子也太大了啊！这个时候你还敢进城？你知道你小子这颗人头现在值多少钱吗？怎么着，童叔，为了几块大洋，还把我给出卖了不成？小子有胆量，我童二虎说话一向是一言九鼎，小子，有什么事说吧。他说，能不能帮我弄点药啊？药？孙老板，这单子上的东西没问题吧？你这些东西是给谁弄的？一个朋友。朋友？放心，没问题。孙老板，我不瞒你了，我这位朋友啊是干这个的。吴老板，你不说我也能猜个八九不离十。我虽然是干黑货买卖的，但咱呢还是不糊涂的。放心吧，这事儿啊包在我身上。不过这些东西比较难弄，这钱呢你得花不少。孙老板，这个给您。好，痛快。哎，药呢？炮台山上有一个破院子，后院里有一棵老榆树。五天之后啊，你带了人上那老榆树底下去挖，在那儿啊，肯定有你想要的东西。没问题。多谢孙老板了。各位
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，很遗憾，中日两国爆发了战争，但是我相信，这场战争很快即将结束，你们将过上安稳永久的太平日子。今天这个亲善大会，为的就是表彰一位这样的人。他只是一位剃头匠，但是在枪林弹雨中，却救过我们无数的大日本皇军。小兄弟，请吧。不必紧张，请上台来。小兄弟，我代表大日本帝国向你表示深深的谢意。来，站着，来，干嘛呀，叔？吃点啊！什么时候了还吃啊？哎，人都来了，吃就别没事。哎呀，走走走走走。
怪你。你说你刚才不冲动的话，咱们现在早就出城了。你说你要是打死中村也行，中村没打死，咱现在城也出不了了。行了行了，都怪我，都怪我，行了吧？别那么多废话了，想想办法吧。不行，咱们现在一起跑，谁也跑不了。万三成，师傅，你现在去元宝大街大发洋行，进去以后看你伙计，跟伙计说你要给老姨家的孩子买糖吃，然后老板说他只有芝麻糖，然后你说我来三两啊，记住了，记住了。再给我说一遍，元宝大街大发洋行芝麻糖三两。对，行，咋办？现在我去引开鬼子，你往我相反的方向跑。山子，山子！你跑啥？哥，你他娘吓死我了！吓死你！要不是我答应过你二哥，我真想一枪崩了你。你记住，等会儿到城门，看看有没有机会，找个机会溜出去。哎，等会儿走，小山子咋办呀？这都啥时候了，赶紧走！哎呀，不行，我要救小山子。走！哎，哥，我要救小山子。走吧。别过来！过来！快追！哪个部分的？现在城门禁营，一律不许出城。排开！嘿，我们有紧急任务，必须马上出城。我们走。十三，赶快上马，快！好，走。山子，小山子，山子，快起来，快！走，走，给我走，快走，师傅，来不及了，快走！山子，走，都走。走啊，三儿，走啊，走，快！再不走，来不及了。山子，快走！走，走！乔，乔猛哥，你也走，快走！
今天青山大会的新闻和照片一律不许发表，统统销毁。那个反日分子给我看好，我要亲自审问，我要问问那个剃头匠到底是谁。我对他那么好，为什么非要杀我？嘿，有士兵报告说，今天城内的暴乱除了那三个人之外，还有一个蒙面的黑衣人在暗中帮忙，而且这个人能够全身隐退。我怀疑是我们的人。呵呵，怎么可能？帝国军人怎么会帮着抗日分子？我不是指我们的人，而是中国人。嗯，赶紧走吧。啊，要走你走，我要回去救小山子。我说的是你走。我走？小山子我从小带大的，我能丢下他不管吗？你跑得快，你赶紧走，去找八路军，找那个老关，最好让他派些人来。我先进去了解一下情况。行，哥你小心点啊，别耽误时间了，赶紧走。哎，小山子挺住，一定要等着师父来救你啊。说，谁派你来的？老子是八路，杀你们鬼子是天经地义的。说，跟你一起来的那个剃头匠到底是谁？说出来吓死你！那是我师父五十三，我师爷和师娘都是你们杀的，我就是来报仇的，来呀！杨子狗，你刚跑咋又回来了？胆真够大的，满大街贴着你和十三的照片。我的性格你还不了解啊？三个人一起来的，现在俩还撒走啊？你是为了那个孩子吧？现在啊，这个孩子的命是保住了，可就是啥呀？人关哪儿了？你肯定知道。现在关在司令部审讯室。我告诉你，你就死了这条心吧。日本人看得很紧，你根本就救不出来。我必须救。你不了解，这孩子是我看着长大的，现在当了八路军是条汉子。我是从队伍上把人领出来的，你说现在我怎么交代？你都看到了，就我们这几个人，你说怎么救？那我不管。猛子，你说过的，你穿这身黄狗子皮，你是逼不得已，我理解。但今天这事儿，你必须帮我。刘三，在家吗？是日本人。来，咱们先躲一下。走，你还没有答应我呢。刘三，开门。好，我答应你，我躲起来。那你当心小鬼子怀疑你。好。是天爵，有事吗？中村大佐，请你去军部喝酒。这么晚了，请我去喝酒？是的。好，请稍等。Yeah!
Medusa， 等你多时了，请坐。请坐。小日本，Lusa， 你加入帝国军队很久了。 我们都没有好好的交流交流，来，为帝国的圣战干一杯！来，有种你弄死我！这个反日分子！ 说到这里，可是暴乱的那一天，你好像一直没有在现场。是，当时情况紧急，我马上跑回军营，召集队伍，立刻奉承。怎么了，中村大佐？ 怀疑我为战，没关系，军队里的兄弟可以为我作证。<笑>误会了，在混成六旅里面，我最欣赏的还是鲁参谋长你。说，在武强，你们还有多少个八路？ 哎呀，这个反日分子非常顽固。这样，既然这个人没有利用的价值，我看就由你送他最后一程吧。嗯，请吧。 当狗，有种就给老子来个痛快的！老子20年后还是一条好汉。中村只是在逼老子，看来他没有找到确定的证据。开枪啊！来呀！来呀！你现在杀我！ 记住你，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。你开枪啊！你开枪啊！来！不对，中村这狗日的没这么简单，他不会这么轻易的杀了小山子。好，骂得好，那我就送你一程。 哈，哈哈哈哈哈，哈哈哈哈哈，刘萨，这也是
审讯的一种方法。人濒临死亡的时候，往往会心理崩溃。看来这一招对这小子不管用。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。卢桑。啊。我们接着聊吧。是。杨子哥，杨子哥，阁下，他刚才提到武十三，他的父亲就是杀死萧道君的凶手。我知道了。大佐阁下，难道对卢小猛的怀疑就这样解除了吗？刚刚确实没有看出什么破绽，不过还有待考察。都是你的画像，你回来就是自寻死路。我不管，我只知道小沙子快死了，我必须要去救人。你去救他，那你呢？你这是自己找死。你不能死，留着你的小命还得为你爹和你媳妇报仇呢。我就不信了，离开你我还救不了人了。你不撞南墙不回头是吧？我撞了南墙都不回头。你个臭小子，你给我回来。山子，山子，师伯，山子，小山子，山子，孩子，山子，小心！后面，三儿，快走！团长派我们来的，快走！走。卢参谋长。中村大佐，人犯被人救走了，我已经组织人马去追了，这是我的失职，还望中村大佐见谅。这件事不怪你，回去休息吧。是。按计划行事。嘿。山子，没想到我们刚刚见面，你就这么走了。
是师傅没有保护好你，你放心吧。师傅答应你的事儿，一定会办到。等我把鬼子都打跑了，我一定把你接回去。等等，我们走这边。张大哥，我们堂屋在那边啊。 别问那么多了，听我的，跟我来。来，周隐兵，走。哎，老关啊，我给你介绍一下啊。 这位是国军十三旅的马连长，这回他带的连队到咱们这儿是奉命观摩和学习来的。我代表冀中独立一团全体指战员表示热烈的欢迎。这次来的匆忙，都有叨扰，还希望关团长您别介意啊。不要客气，我们都是抗日友军，互相帮助，本应该的。按理说这头一回见面，应该给您带点肩鞭礼，可我这来的匆忙，也不知道带点什么好。 太原造步枪二十支，子弹一千发，不成敬意啊！谢谢了，进屋喝酒。好，请。请。张大哥，咱为啥总这儿？到底为啥呀？这是之前给小山子打水的时候发现的。之前我就想，咱们救人怎么这么顺利呢？没想到这小鬼子在跟着咱们呢。 啥？鬼子，三，别冲动！谁也别回头，小鬼子已经在后头盯着咱们呢。他怕啥呀？老子我正找他呢，我要跟山子报仇！冲动啥？咱现在手头家伙不硬，回去是送死，知道吗？再说了，小鬼子现在跟着咱们，肯定是小部队，大部队还在后头呢。冷静点。哥，你说他为啥跟着咱，咱不抓咱呢？ 我也是刚想明白，小鬼子肯定是想跟着咱们找他们八路军团部去。开始我还以为他们想拿小山子当诱饵来吸引我们呢，结果人家根本就没看上咱们，目的就是他们独立团。那咋办？你赶紧想个办法呀！兄弟，这一带你地形熟，你看有没有适合打伏击的地方？有，这往西三十里。 有座猫儿山，山上有个老吉崖隘口，那里易守难攻，我们可以去那儿。老吉崖隘口，对。好，三儿，你推着快，你从这儿兜回去，到独立团找老关，告诉他们，日落之前吧，我们一定把鬼子引到那儿，让他提前在那儿布口袋。小鬼子给咱们下套，咱们就给他们来个套中套。行，哥，那你呢？放心吧，别耽误时间了，赶紧走。行，那你小心点。 程村君，前面山路崎岖，不宜骑马。由赤天的消息，根据赤天的消息，应该走这条路。我们现在在什么位置上？顺着这条路一直走，就会到达帽儿山。你说什么？帽儿山？对，在帽儿山上有一个老鸡崖子隘口，易守难攻。天黑前后，我大哥张良会把日本人引到那儿去，在那里我们可以进行包抄。 大概有多少人？我也不知道。我只知道，先头部队在前，大部队在后。我的大团长，你能不能不要再想了？小山子都牺牲了，知道吗？赖大官啊，这调动部队得上报吕部批准呐。靠汇报打仗，黄瓜菜都凉了，你没来不及集合，出发。是。 前面还有多远？阁下，根据《
知天君送来的情报，穿过前面的山谷，就应该到了。有戏，快跟上！营长，出发！情报，走！团长，团长，哎，你小子没走啊？我找你想说点事儿。什么事儿？说。我想加入你们八路。 咋的了？前些日子还哭着喊着要去当国军呢，改主意了。我到现在都觉得你们八路没有人家国军加过身强，只是这两天跟你们在一起打了两仗，我觉得你们八路呀个个都是好样的，都是爷们儿。我53加入这样的队伍，我不亏。还有就是，我答应过小山子，他临死前嘱咐我，说让我。 替他继续当八路，我既然答应他了，就不能反悔。你要知道，我们八路军不是土匪，不是绿林，不搞什么仪式，更不会勉强任何人。但是，一旦加入队伍，就不能离开，否则被视为逃兵。你小子，一定给我想清楚了。我当然想清楚了，到哪儿打鬼子不是打呀？ 好，我同意了。老婆酱，有。从今往后，他就跟着你了。啥？你要我跟着他呀？跟着我咋了？记住了，既然加入了八路军，首先要学会服从命令。哎，走吧，我给你涨件衣服。你看不上我呀？我还看不上你呢。 哎，别动！我们这军械重体，不能乱动。这两年啊，军心品啊也特别紧张，连一整套的军服啊都没有了。看看给你凑合吧。有什么呀，你就将就着使吧。帽子给你戴上，再来根腰带，这样才像个当兵的呀。哎，你怎么穿我的衣服啊？你过来，脱下来！我不脱，脱下来！我不脱，我不脱，就不脱，抓了我就给你。 啊！我告诉你啊，脱下来！喂，我不脱。你不说你没衣服吗？这啥？这啥？脱下来！这件衣服你不能穿，这是我的。脱下来！给你，给你，给我。不就一件衣服吗？你看你那小气劲儿，着啥急呀？我告诉你，这件衣服啊是前两年部队啊发给我的，你看看我这衣服。 都破成这样了，我都舍不得穿。你不舍得穿，放烂都放烂了，你不舍得穿，放烂了就不给你穿。这小气鬼！老包子，你衣服我不要了，你把这枪给我吧。你要枪干什么呀？打鬼子呀！我们做后勤的，要枪有什么用？啥？后勤？我告诉你。 老子当八路是打鬼子，谁给你当后勤啊？我告诉你，我们做后勤工作和打鬼子是一样重要啊！只有我们后勤工作做好了，前方的战士才能打胜仗，所以做后勤和打鬼子是一样的重要。哪儿一样啊？当了后勤还能打鬼子呀？老包酱，哎，老包酱，连长找你呢。知道了，来，给，系上点裤子。等我回来，我教你打棒腿啊。 哎，别乱挪动呀，尤其是那件军服。知道了。快快快，我们跟上！
兔崽子，偷我的东西，我的衣服啊！小兔崽子，我跟你没完！大总，就是这里吗？对，就是这里。此地地势险要，易守难攻。要是八路在这里设伏，恐怕我们会损失惨重的。阁下，您多虑了。我已经带人在这里搜查过了，您可以绝对放心。石藤君，你怎么看？我认为，皇军出其不意的开拔，真是大佐的一条妙计。之前，连我都不清楚您的部署，我想八路军也绝对不会找到任何线索。八路都是乌合之众，他们想吃掉我们也没那么容易。果然是个打伏击的好地方啊。团长，团长，嘿，团长，我们回来了。张良，张良回来了。这次多亏了你啊，朕得好好谢谢你。哎，谢啥呀？哎，小鬼子可说话就到了。弟兄们都准备好了吗？准备的差不多了，就差那个东风了。哎，我弟弟呢？你弟弟已经加入我们独立团了。啥？三儿加入八路军了？就刚才啊，我批的。你凭啥让他加入八路军呢？我凭啥？你别急呀，不是我逼他的，是你弟弟主动要求的。而且我已经把他给扔给后勤部了，你还有什么可担心的？再说你弟弟已经是成年人了，自己可以做主，你的当哥的也管不了。说说你自己吧，你弟弟已经加入队伍，干脆你也加入吧。你别以为你已经吃定了。我告诉你，我关震山长这么大，能让我看上眼的不多，但是你算一个。如果咱们联手来打日本鬼子，冀中这一片谁也不是对手，怎么样？给句痛快话。先把真仗打完吧，如果还活着，到时候给你句话。好，一言为定。走，走吧。同志们，等鬼子靠近了再开枪，没我的命令，不许射击。是。阁下，我怎么有一种不祥的预感？报告，前面的八路军突然失去了踪迹。笨蛋，人都能跟定。来都来了，就是刀山火海也要闯。命令部队提高警惕。嗨。已经到了东十里外三道梁子，马上让他们从八路侧翼进攻，我要对八路实施反包围。嘿，张天一，
八路军的消息没错，鬼子果然从侧翼发巢，团长那儿我去解释。快，把那个人抬过去。哎，五十三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咋来了？你加入我们八路军了？啊！哎，五十三，没有你这么大枪的，你这是浪费子弹，知道吗？打枪的时候要在敌人一百五十米范围之内，你才能开枪，你这是干嘛呢？行了，老子子弹多，爱咋咋咋吧。你起来，起来。 我们为什么还没有进攻？八路军的侧翼有一队国军在防守，他们正在以最快的速度通过那里。告诉他们，半个小时不能通过，剖腹饮血贴火。嘿！哎，你咋那么多子弹？大道长了，老子我就是子弹多。 你新来的吧你？啊啊！我当那么多年兵，我都没打过师吗？关团长，小鬼子的架势好像等增援呢。 东边那大豁口堵死了吗？国军一个连，替咱们守着呢嘛。国军的一个连够吗？要不要派人支援一下？这样，你给我五十个兄弟，我带人过去看看。小刚，到。去，叫武成战士跟张良去。跟他去。快点，去。是。来，快点。 快点，跟上！快，哥，哥，三儿，你咋来了？我不是让你在臀部待着吗？老子在打鬼子呢，又不是处子弹的。你是要偷让头三儿，告诉你赶紧回臀部。回啥呀？来都来了，回去干嘛呀？回去。再说了，我一个人回去，路上你放心啊。回去，三儿。哎呀，行了，你说了，快走吧，三儿，三儿，哎。 连长，啊，伤亡太大了，哎，再不撤，咱们都得掉脑袋。那咋办啊？就这么走了？连长，咱们八路这样够意思了。咱们要是撤了的话，那八路军的侧翼就全留给鬼子了。鬼子要是过了这儿，那八路军就被反包围了。咱们要是留下，死就是咱们了。咱们和八路那可不是一家，你不能拿我们兄弟的脑袋给八路邀功吧？撤吧！命令部队，撤退，撤，撤！这刚才就要撤，咱们是小兵，上面让咱撤，咱就撤吧。把子弹留给八路军的兄弟，让他们打鬼子。连长。 弟兄们，把你们的子弹和手榴弹都留下，留给咱们八路军的弟兄。快，连长，哥，快点，快点，三儿，三儿。 命令部队快速通过！嘿，呀！这么多！哎。
样受伤了。白友哥，我已经全跑了，先别管了，快顶上，走。小鬼子撤了，省点子弹。国军还算有点良心啊！哼，看这架势，小鬼子还得增兵，咱们这几十个人怕是守不住啊。有这些弹药，可以跟他们周旋一阵子，得给老关争取时间啊。三儿，开枪的时候憋口气，别看见小鬼子在哪儿就往哪儿打。要对你的目标，他的行动有个预判，懂吗？懂了。别急，等走近了再打。弟兄们，打！有没打着啊？要对你的目标，他的行动有个预判。玩命了，走不算远吧。你给我听好了，只要你哥不死，你就别离开我身边。我死了，我就管不着了。撤了，给我打！从这儿望，让他带着一个排，不，两个排，再带一挺外霸的机枪，把几个排也带上去吧。是。快，抬起来。团长，我请求带几个医务兵过去支援他们，他们人员伤亡肯定很大。不行，这太危险了。求你了，团长，让我去吧。好吧，你去吧，但一定要注意安全。是。上刺刀！上刺刀！冲！兄弟们，给我冲！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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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后悔吗？让你走你不走，现在好了，你让我怎么下去跟你爹交代？大不了咱俩就一块跟他交代，杀这么多鬼子老子也吃了，跟你们一块死我也值了。啊，派遣军司令部来电令，国军第三混成旅昨天已经攻击了我战区，现在命令我们立即赶往石家庄东部增援。关震山，命令部队撤。快！